大家好，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。 大家好，我是雷美惠。我是雷总耶。然后今天这一集也来北海道的饭店开箱哦。那我们现在是在北海道的函馆，那这一间饭店哦是今年七月一号才刚开的饭店哦。新しくできたホテル、すっごい綺麗。今日一日紹介します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一次订的是一破二十哦。那这间也是个温泉饭店哦，然后内装非常的气派哦。那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们来慢慢介绍这一间饭店。这个饭店是新开的啦，所以进来啊，这一个大厅啊，设计的感非常的时尚哦。那非常的高雅，那这个是挑高的啦，所以让旅行的人进来啊，一下子就可以很放松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些迎宾吧，一些点心都是可以无料的享用哦。那这个饭店叫做海根灯，那所以有非常多灯的这个装置艺术，然后挑高这边也都是放了一个灯的意象。老公，老公，来来来来。じゃーん、一人一個団子食べていいんだって。醤油味の団子、美味しそうだね。そして隣に団子と一緒に甘酒が飲めるんだけど、ちょっと私甘酒今飲めないから。こっち？デラックスウォーターフルーツ。ハスカップあります。よし。団子と一緒に食べよ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ん。柔らかくて醤油味。うん。为什么你们日本人喜欢吃这个？这个东西在台湾没有。台湾ないの？这个没有，台湾没有。これ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のに、みたらし団子って言うんだよこれ。乾杯。然后这边的迎宾吧是不用钱，然后这边最特别的迎宾吧，这边有一个这个玉米茶哦，有没有听过玉米茶哦？然后喝起来啊，其实首先接出来的味道就是那个玉米的香味，微甜微甜的，然后到了你的舌头的后端呢、啊，就闻到这个茶香啊。然后这种产品啊，只有北海道有。北海道玉米做的，初めて飲んだ。对，我也是第一次喝。嗯，本当なんか後からコーンの味がパーンって口の中に広がるよね。然后呢，大家在镜头面前喝不到，对不对？我讲这么多原因，就是我的电商开卖哦，伊藤园哦，玉米茶，三月才开始开卖的。大家哦，不知道这味道，就上我的电商买这个玉米茶吧。見て見て、可愛いこれ。うん、これ部屋着の上に羽織るみたいで、これ着て夕食食べに行こう。老公、これ。うん。我们来介绍我们这一次住的房间哦。一进来就是一个洗手台哦，看一下它的备品好了。哦，这是它的备品哎。哦，这边有袜子哎，有提供袜子，有水，然后有一些备品。然后重点来啦，我们是海景房。耶、yeah! ！すごい、海が綺麗だね。哇，住在这边看出去就是这一个青青海峡，还是金青海峡？我每次都把这些日文的地名念倒反。我们这还有附了一个小的客厅哦，其实也不小哎。然后今天是也是两个这个 semi double 两个中床，然后这是它的卫浴，
就一间啊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啦。其实我们都去温泉那边洗澡的。哎呀，这个厕所啊，当然也是免治马桶的，日本啊，标准配备。然后这个床头啊，都有这个灯光的中控，然后也有一般的插座，也有 USB 插座。然后还有一个时钟，我出来玩最讨厌看到时钟了。哇，这边的晚餐哦，这边应该是号称日本第一名的晚餐吧。然后刚刚有问这边工作人员哦，这边的这个海鲜啊，应该在日本也是少数里面非常丰盛的。哦，你看这一个 AB 哦，哦，好大一只呢，好大一只哦。然后呢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让我最震惊的，这两坨是什么？乌尼哦，乌尼有让人家吃到饱，太 surprise 了吧！啊，这边的海鲜的种类非常多。刚刚这边的这个喜憨里呢，就是这边的经理直接跟我说，这边是日本第一名哦。经理敢这样讲，这边是日本第一的海鲜，绝对有他的自信。哎呀哎呀哎呀呀，竟然有螃蟹！而且呢，我今天住这个一破二十哦，料金还没跟大家讲。这个我今天住一破二十个料金有出现卡尼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这个卡尼的 miso 蟹膏，蟹膏。哇，这样让人家吃到饱！来来来，纳米介绍一下啊。サバ、ツブ、タコ、ハラ、カニ、カツノコ、マグロ。すごいイクラ、いっぱい見てこの。ね、子供子供のレオ君の頭。ごめん。すごい、こっちも。这个饭店总共有晚餐，总共有150种类哦，让人家选择哦。西欧拉面。嗯，すごいね。サラダも見て。こっちサラダだよ。はい、こっちはサラダコーナー。チーズも種類が三種類。そしてサラダもいっぱいね。前面这边都是 kimono， 就是置物哦。我稍微近拍一下给大家看哦。然后这边还有现烤的扇贝哦，还有鲑鱼，哇，这边的晚餐真的太棒了。哦，然后这边的甜点也非常多，而且它切得很小块哦，就是可以一口的吃进去哦。那种类也非常的多，然后很缤纷啊。那我跟大家讲啊，这个不是业配哦，这个不是业配影片，只是刚好来这边，这边的经理刚好认识我们，所以特别帮他们拍一下哦。然后这边的这个窑烤牛肉啊，是那个窑，然后那边有一个窑呢，就在现烤这些牛肉。然后经理也说啊，这样的现场直接窑烤牛肉啊，在日本也是非常的少见哦。哇，你看那个牛肉，看那个牛肉鲜红欲滴啊，好想吃啊。然后这边有饮料吧，然后种类非常的多。
哎，又看到这一家韩馆美林咖啡哦。这边的拉面配料看到没有？好大杯呢，干杯耶，让你吃到饱。这边还有现做的苏西哦。现捏现捏的哦，看到没有？现捏的苏西。呀、yeah, ，终于要夹啦！北海道扇贝啊，我是最爱。那我现在穿上这个他们饭店提供的服饰，是不是很应景？是不是很像在度假呢？大家是不是很想来北海道玩呢？明年哦，明年非常有机会可以来北海道玩，这是我说的，我保证大家可以来玩。那我刚刚也夹了牛肉跟猪肉了。蓮君ホタテ好きでしょ？一个、三个、二个，どれがいいかな？これ大きいのにしようか。はい。はい。食べようね。よいしょ。はい。はい。はい。次はエビフライ。エビフライ。よいしょ。取れるかな？こっちこっちこっち。おはい、もう一個？もう一個？いや、要来夹帝王蟹喽！挑大只一点的好不好？吃看看，我也不知道它新不新鲜。海鲜新鲜非常的重要。好了，先小试身手，然后可以拿这个剪刀，把这个蟹管剪开，然后把这个蟹肉挖出来。吃蟹两宝哈，不是三宝。然后呢？哇，好狂哦！蟹膏哎，我在日本饭店第一次看到蟹膏可以这样子让人家。摇出来的，太狂太狂了！蟹膏我老婆也爱啦，多多摇一匙。镜头前面是不是要疯狂了？蟹膏字幕君，我也觉得这间饭店太狂了。哎呀，这些都太常吃了，不想吃北极贝不要了。哎，卡尼卡尼呢？卡尼啊！哦呦呦呦，你看到吗？看到吗？随便你摇啊！来了，重头戏了。乌尼吃到饱，你有没有听过日本饭店乌尼吃到饱？这个是第一家。来了，直接端出来，乌尼吃到饱啊！光这一匙啊，光这一匙至少这个日币1000块日币跑不掉。哦，你只要吃个几匙你就回本了。哎呦，刚刚那个日本的把它摇空了呢。你说台湾人来吃把费很贪心，其实刚刚日本人把它摇光了。塩ラーメン食べます。よし、自分で作ります。多分すぐ麺が温まるぐらいでいいと思います。よし、
そしてスープがこっち。おお。熱々。そしてここで、おホタテがある。ホタテ入れて、チャーシューと、じゃん、塩ラーメン。すごい、見て見て、カニ。いやー、ウニ食べ放題だよ。やばい。しかも見て、このめっちゃ大きいボタンエビ。ボタンエビもなくない？これもない。すごいでしょ。いつもちょこちょこいっぱい持ってくるんだけど、今日はカニ味噌、ウニ、カニ、エビを中心に食べるぞ。看到喽，这个真的越开越嗨了，妈妈越来越嗨了。はい。カニ味噌。おいしい。ウニウニウニ。我问你哦，这个乌米跟你上礼拜吃那一家乌米差在哪里？乌米もいいよ。そしてお肉は？哎呀，让我来点评一下这边的菜色哈，这个蟹膏哦。满满的蟹膏，我也蛮爱吃蟹膏的。蟹膏没话说，蟹膏是个水准不错，赞。我先吃海鲜好了啦，蟹肉蟹肉啦。我觉得这个蟹肉新鲜度有啦，但是如果你跟外面的高级料理是没办法比的。但是以吃到饱，我觉得刚刚那个是及格的。让我点评啊。来哦，乌尼哦，我也堪称是吃乌尼的达人。这个暑假吃了多少乌尼？就这个乌尼一吃下去哦，因为我上礼拜吃了太多好的乌尼了，那好的乌尼比较鲜甜。然后这种，刚才老板有说这是俄罗斯来的，跟北海道的乌尼比起来还是稍微有点差。哦，然后。刚刚经理有解释，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会放北海道的海胆，但是今天因为北海道的海胆应该也接近尾声了吧，可能是这样，就是放了俄罗斯的。出外人啊，吃一个鸡腰就好啦，不然呢，东点评西点评哦。耶、yeah, ，那这个扇贝是北海道的啦，奶油扇贝，嗯，新鲜没话说。呀，实在是吃得太开心了。那我也不卖关子啊。那我现在这次来住哦，我跟我老婆来，那小孩先不算价钱，两个人那个房间哦，一破二十，一个人不到一万日币。你现在的汇率就是一个人2500块台币而已哦。这个北海道饭店也太超值了吧？然后这个是温泉饭店哦，然后半夜一点啊。那个饭店那个让我去拍，因为那时候都没人了，半夜一点我要去拍温泉池给大家看。据说有一点点像是无边际的这个温泉啊。然后这个日本的饭店啊，真的是太超值了。有时候我都也不是说想批评啊，有时候我觉得台湾的饭店真的不知道贵什么呢。这个料理，还有温泉，还有明天的早餐，一个人2500块台币，啊，乌尼，难怪日本观光做得起来啊！加油啊，加油啊！哦，トリタ，耶！ホタテ。おいしいカニが勝てるだけだ。
再深呼吸一下。 はい。 取れる？ あ。 然后这边也有提供个人的风雨哦，那我们就带大家参观一下。然后这个就是个人池哦，就是家族用泡汤的。如果你觉得 害羞啊，就是来日本泡汤害羞啊，还是说你要整个家族来泡汤就很适合这个、哦？然后进来这边有一个洗身体的地方哦，然后蛮宽敞的，然后旁边是围着这个快幕，然后看出去就是整个韩馆的夜景。 是不是很酷？然后这个个人温泉一进来哦，这边就是一个洗手台哦，哦，然后这边备品全都有哇，还有附这个雪肌巾呢，这个是有点名牌哎，也是当备品让你免费用哦。有，然后这边什么牙膏啊、梳子、刮胡刀。 这个棉花棒一应俱全呢，哦，更狂的体重计也有哦，然后这边都有一个柜子，然后这个小毛巾啊、大浴巾都附好了，里面也附了一间厕所哦，你在这边泡温泉哦，突然想大便也可以哦，当然也都是免治马桶哦，日本这个饭店的标配。 然后我今天是预约一小时，但是我觉得一小时时间真的不够。下次如果有人来泡哦，记得预约两小时哦，在柜台预约哦。啊，好舒服啊！然后这个啊，个人的汤屋，一小时只要1500块日币，然后不管你泡几个人都是同样的钱哦，真的是非常便宜。那就是下次你到这间饭店。 那如果你是有家族、有小孩啊，然后很想享受这种天伦之乐，非常推荐你来住这一个汤屋哦，超划算的，一小时台币才275块，然后不管你几个人都可以泡，日本旅游真的太划算了。